来继续来看民进党台北市长的参选人陈时中，讲传出伊的竞选团队的内部出现着整合的问题，主要是派系甲派系在争选前的主导权。结果，予对手周萬安来警惕讲，民进党的派系甲陈时中当作是家裡。即陈时中来回击，讲哦，讲这种的话，基本上拢毋是真有水准。啊，针对这个林智堅论文抄袭的事件，民进党台北市议员王世堅是徛伫个台大这边，结果予因家己人是话要面试。啊，黄珊珊是来挺王世堅，呼吁民进党爱找回良心。穿运动衫和下仔起来运动的民众做体操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来虎山步道运动，全程党籍议员参选人对伫后壁。不过即马说传出竞选团队有人的意见无同。我们团队非常的哈，整合的效率很高。我们的主任委员是陈建仁，前副总统，那他的领导的智慧非常的好。2020年台北市长选举，靠外界看作是民进党经过24年来，上可能摕到首都执政权，所以团出派系抗辉，新系吴思瑶表现阁真好，靠外界解释作是伫咧含因系前副总统陈建仁互相抢主导权，引起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口说，陈时中靠党内派系当作家咧。你也知道，他说这样讲这种话，基本上我想都是不是一个很有水准的了。当派系这个傀儡当然是很没有水准，包括不只是当派系傀儡，甚至是全党的傀儡。民进党他们全党要护林智堅。林智堅论文的争议哪里激战？蒋万安掌握机会，就甲民进党敌，就含家己人台北市议员王世堅嘛对来骂，想要讲工作室含中共是同一款人，想要好朋友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都站出来甲听。为了一个人的论文攻击整个全国的最高学府台湾大学，我觉得这是一个疯狂的行动。王世堅有他自己的个性，不用换掉选民还是会支持他。那我们大概都是站在同志的立场，我们先相信同志。但是中韩总统蔡英文站同一堆，表态拢相信林智堅的威信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